能够同朋友一起去旅行是一种缘分嚟嘅。而对于我同阿苏嚟讲，可以自己揸车游日本，我觉得更加系难得添。喺之前嘅旅程入边，对住阿苏呢个知己咧，其实好多平时我唔想讲嘅或者唔会讲嘅话题，我都讲咗出嚟。包括有一年我退咗公司好多工作嘅原因，全力以赴照顾妈咪咯。公司同我讲话有咩剧揾你，我唔好意思，我唔系好想拍住。即系死亡对于我嚟讲系冇谂过，同埋冇谂过发生喺自己亲人身上。最后我同我自己讲，你唔可以咁噶，即系你始终要做嘢噶嘛。呢个系人生嘅一部分嚟噶嘛，系咪？咁我即使同公司讲我做嘢，我接日做，仲系出埠嘅添，系离开香港。系啊，系啊。哇！如果俾我，我会挂住得好紧要。挂噶，即系会好，即系。最惨佢嗰阵时系讲唔到嘢，我出咗埠之后咧，我就打电话打长电话，就佢听咯。我知道佢已经听到，佢听到噶。佢已经喺个电话度，我就讲啦，妈咪，我好开心，即系唔好俾佢挂心，话我自己喺呢一度好开心。食得好好，你最紧要等我翻嚟，成日都要你等我翻嚟。到佢最后嘅时候，我记得系啱啱我系拍紧《珠光宝气》嘅法国外景。佢好听我话，佢真系等我翻嚟。我哋去咗好耐法国，翻到嚟之后，跟住我觉得佢应该要再入医院啦，再入医院真系。咁入咗医院之后，跟住第二朝我去睇佢。跟住佢就走咗，我喺佢身边，啱啱去到冇几耐，咁医生同我讲，佢话有个心理准备差唔多啦。咁其实嗰阵时我系冷静嘅，系好冷静嘅，咁即系已经其实唔可以讲话折磨，系即系人生嘅一部分，即系其实都好长时间，即系每一日都好担心啊。咁到最后去喺佢身边。你都见到佢最后一面，我比较眼前，最后去到佢身边，我好似我哋咁捉住佢嘅手，跟住好似拍戏咁咯，即系身边嗰啲仪器咧。心跳啊，啲哔哔声一路慢慢飞到，慢慢一路慢慢冇声，一路慢慢。你做得好好噶啦。O K 嘅。系咯，你要做嗰种。即系每一个身边嘅朋友同我讲嘅话，其实你妈咪好幸福，因为有你呢个咁嘅仔。但每次即系其实自己不停咁想忘记呢啲回忆，但好难，因为。妈咪系喺我心目中好重要，到依家今时今日，佢个房所有嘅陈设，所有佢中意嘅嘢，我仲留咗喺度，我留都冇掉。但我知道呢个就系人生，即系将来大家都会走，但系最紧要走得开心。我都睇一本书咧，讲死亡嘅，即系讲人点样去认识死亡呢样嘢啦，点样去面对自己将会死亡啦，或者你点样去处理，若果你身边嘅人会死啊，或者你嘅亲人会死，你应该用一个咩态度去处理？其中佢有几句说话，我觉得睇完之后，哇，我好感动，同埋我好认同。望住一个亲人或者你嘅朋友要离去嘅时候。唔需要呼天抢地，因为呼天抢地或者你好激动都冇用嘅，因为你唔会改变到嗰件事。反而你好好咁捉住佢只手，同佢讲你好感激佢，多谢你喺我嘅生命里面出现，你亦都可以好放心，因为我会好好咁样去继续行我嘅路，去我嘅生活咯。离开咗大明门桥嘅漩涡之后，我哋依家去紧乡村县呢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好明确嘅身份，呢一度就系赞岐乌冬嘅发源地，就连雪糕啊都有乌冬酱油味啊！
来雪糕就食。系，包糕，雪糕。我好快食雪糕啦，表演一次俾你睇下啦。佢未找完钱，我可以食晒。真唔真啊？好叻啊！点算？系。我蓋住我嘥啲嘢啱唔啱先？鱼肉饼细块咁多嘅，放乜对板？食乜啫？食乜啫？乌冬排骨，哎，排骨，哇，葱咁样啊！哎，系咪仲有薯薯声咁样先系噶？日本人，我呢个冇办法。一定要雪啦！哦，系啊，其实系一个气氛嚟嘅。嗯，即系有阵时喺你肚饿嘅时候，有时一碗你想食嘅嘢，唔知系咩啊，就会我就会好快乐，又系呢一个问题。做人点样先快乐咧？快乐原来真系咁简单嘅，做嘢嘅时候好认真，玩嘅时候亦都好落力。手打烏冬就是他了。啊？嗨。真的有我名字，好开心。在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今次除了学习做烏冬之外，好像永松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怎样享受他的工作。就好像我一样，将拍戏这么辛苦的这项工作变成享受。离开了乡村县，我和阿苏就揸车去本州的广岛。虽然这段车程要成四个钟，但是有阿苏陪在身边，讲下笑，倾下偈，好快就到了。但是喂，点样饮咧？其实呢个喺呢个边位？你系咪真系中意我嘅？你要我当住几百万观众咁喺度讲？系，我好中意你。吓，喺戏里边我真系中意咗你。嗯。但是在那个戏里面我们没有感情发展的。不是，我是但我是喜欢同你。那个人啊，喜欢那个人。广岛这个地方拥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在这里其实是一个战后才诞生的城市。不过当我亲身来到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年轻城市。Why are we here and where do we go and knock on us so hard? It's not always easy and sometimes life can be deceiving. I'll tell you one thing,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在我的行程里面，其中一项就是去山口县参加一个大型的祭典锦大桥祭。其实在日本不同的地方都有着各式各样的祭典，而每个祭典都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个祭典要下午才开始，所以我和阿苏就把握时间享受人生。我有
我有自己嘅工作啦，我有我中意嘅工作啦，我享受我嘅工作啦，我有好基本嘅生活啦，我有我嘅屋企人啦，有我嘅朋友，有我嘅兴趣，我可以好自由做我中意做嘅嘢，我觉得好够啊，其实。你去到一笪地方就咁坐喺度，冇咩好似依家咁。你睇个景几靓。是啊，免費的呢啲嘢，其實好多嘢喺我哋身邊都係最正嘅嘢，但係我哋從來咧都唔去維護噶，唔去好好珍惜佢噶。你有冇發覺呢一頭係好翠綠啊？一個山可能有幾種綠色，係啊，好有層次啊！我哋用心去望下咧，去感受下咧，有好多嘢係有另外一番滋味嘅。预期唔到嘅人生先至会充满惊喜，预料唔到嘅旅程先至值得同朋友一齐探索。